四地啦，四地啦，这四地外口咧卖啊，差不多爱500块啦。我招一句啦，一句倒，你先听我讲啊，我甲话就先行啦，卖500，卖400，一个人计是见面这个先来，我话咧免钱哦、喔，这个搁落去啦，安尼拢全部对哦，300。没有，那两张先包啦。六地拢给你啦，一地改算50啦，凊彩啦。我知你要包，我唔知甲你讲凊彩啦，好啦。不要再喊了，我很累，我要去客户那里。安尼哦，六地、八地、十地、13地、17地啦，85啦，凊彩，我照你甲你算啦，阿袂怪收会低收啦，麻烦坐，你挂，阿你挂啦。这两手拢坐，阿袂挂你，挂你啦。来，伊讲要打鼓，要阿妈来收来啦，来，我做一届啦，既然啦，阿你我拖较强的啦。你讲卖咩？无啦，两手先切啦。一届阿妈来太好啊，我过来换打鼓啦吼，咱做一届吹吹了，我来收掉啊，200就好啦。这鱼啊太好啊，伊这个鱼爱备皮，爱皮甲你备好啊，你等下落去蒸落去吃，蒸打打落去吃。这3只、4只、5只，外口你卖1只爱备15元啦，啊我200块就好啦。现在要收掉啊，现在无啊，200块，阿妈来有人的无？好啦，这个老好。这老外哦，这真正老外，现老外，咱讲潮鞋啊，这叫啥？啥？好啦，好嘞，好，好啦，好。我几分啊？我来载小朋友。刚扫掉了2箱元鲟，然后1箱的阿玛莲。我你讲哦，这台泰国是现老外，你傻傻跟得到吃，我讲真正。啊，这厉害哦！1000，包你啦，太方便啦。好，这个，这个就全包了。没有，开空卡，开空卡就拿你这边。不行，包你哦，开空卡先来啦。我这三米多啊，三号多啦，你看我咧画一下个性啦吼。啊，这你搁打我30秒诶，这先来，画画了是我卖互你啦。你听我讲哦，这条大条的章鱼脚啦。这当然吼，用汤的啦，用菜，无好无一家变老伊啦。有啊，来，青菜就正无啊嘛吼，啊你讲简单啊啦，来阿明讲先点菜。对，今天我即摆提一条吼，一条我买两条，这一条外口要卖一条，咱130-150啦，我一般算你嘞，我起来卖300-500。足大条的用汤的嘛好，用菜做凉拌，做凉拌好吃，安尼有水无？我的王位，啊，不会的，这大只的草鞋，大鞋，大鞋，容易啊，贵死啦！这要收顶掉啊，炖炖的嘛好吃，炒炒的嘛好吃，做点寒切切的，过去的用些啥？你过了你就用迄个章鱼醋，你敢听过？章鱼醋，这阮囝过来阿爸听过，有阿袂啥晓呢？你过了你点？收大盘，这一盘2斤活动，无2斤免钱，我都请你，拢免算钱啦。无2斤免钱吼，而且最后剩只要收掉啊，其他无啊。这一斤即摆1800几块卖排山，200。来加钱。我这有你好无？没，好无？难管啦，差不多啦，剩只要收我钱正啦，才够我钱够够啊。2分啦。两分啦，一分这有你啊，排山。你找钱，我再找你啊，好，排山来。够无？够200块，一盘2斤外重，袂甲你骗啦！我只咧卖尔啦，要收掉啊！即台够200块好无？一声、2声、2声半，来200，即盘够无？无人爱，来收贵啦！来即盘好咧啦，即大姐等即盘好咧，等头一点钟啊啦，我甲卖掉啦！我最后存点要来收我啦，即条好咧好吃啊！那好咧存点尔无啊，收掉，通摊过啦！哎，工人早安呐、啊！紫菜，带你个旁来了，紫菜个旁来，紫菜。
啊，这条乌龙啊，这歹势呢，乌龙咱真久啦。这乌龙真芳，真好吃。你等下吼，规条龙蒸龙子切切嘞吼，炒韭菜花、韭菜花，一百条乌龙无起价，乌龙拢无起价，足足芳啊，足好吃，煮汤也好，一百块，足好吃乌龙。黑轮啊，这条吼，芳味足芳的，搁一百块无？一百。这大黄鱼翅够好吃，大黄鱿鱼翅够好吃。春鸭鸟，春鸭鸟，春鸭鸟，现在不落去啊，过一百，啊胖来啦，这空气啊，哇，这好吃的物件，啊过一百，乌龙啊。啊，这两个哦。过一百来，乌龙无啊。啊，这个吃我。后面大鱼啊，都收掉，来了我来。徐小青，你是在创啥？市场外好啦，好啦，先来啦，徐小青。过一百个，过一百个，够人来，一声，第二声，第二声半，拢讲无人来。加你啊！你是咧？来，真正，再过五十斤菜了啦，三碗啦啦。阿你咧要食啥？一盘紫菜，你等我三十秒。这平淮紫菜，我安尼卖起来无赚钱啦，卖落啦，卖落啦。我种一片就好啦吼。你若卖，卖到个边界，啊这菜先咧卖这棚户的紫菜，我提来几箱放啦。这一包我喊你卖，即摆卖四十至五十块，拢无煞哦。都没有杀，这弄得来变水。你等下吼，只要甲卡两只鸡卵，煮大花汤，煮不烂，掺起酸不烂鱼，这两包外口咧卖啊，爱一百块，三包哩，四包哩，你要用哪吞落？只有今天咯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十四号啦，五包哩啦，西瓜啦，我不掉，来八九。纯家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从来没有卖过五包的，这个四包一百，五包万不止啦，我大块外外赚得起啊。你来卖甲变价，吃二十块要做咩？拢无刷。做小朋友吃，这就营养哎。天然的紫菜，五个一百块。加一个袋子。哇。好。这个西瓜，这拢无咧成本钱的。我说过了，我就想把鱼卖光光就好了。今天我无啦，我最近在催伊。买啦，卖催伊啦，卖催伊啦。卖催伊哦。卖催伊啦。哪里？你那个干掉。我去吧。你老母你哪边嘞？一声两声，第三声，试试。不要勉强，不要啰嗦。来，你听我讲，拄才咧讲啥？这个猪排，三百多。这有饲，这有饲，这有饲，来，甲拄好，甲拄落来。最听我讲，有饲嘛是共我爱卖掉。阿姐，这大地，你若爱共买三百啊，菜车共买一条三百鱼，一条石墨鱼。你注意看，上贵的就是这三百鱼肚，这块鱼肚吼，我存一包尔，无啊啦，别紧啦。这块鱼肚外口你卖一块，然后百二至百三块，大地三百鱼肚，我招两个人去啦。以前真的三地外口卖偌济？你敢知这鱼肚偌大地？我叫本钱卖掉哦，我讲话算哦，一人五块，一人五块，这五块要四百，大块这一块人八十块绝对无过分，真正我招两个人去，一人五块哦，五块我大细地甲买者，搁一句免钱哦，你啊哦，再一个，搁一句免钱哦，安尼嘞表示咱的决心啦，这春节啊，你要吃无？上你吃啦，这沙西米，煮米烧汤最好吃。啊、你也过来送你啊！来，老，对对，提个叔叔吃，准备烧汤粥吃，变啦，青菜好好调，变死我。来，啊，过来，我买虾啊，吼。有虾卷吗？虾，我存海鲜卷，啊，加迄个四香芒果嘞，我觉得足水。无虾卷啊。你听我讲哦，都食啥哩芒果？到哪里芒？你是哩芒果啊？芒果这价格？你看一下，没关系，我先卖这个，不然卖那个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价格差了五倍，这个一份200，那个一份1000块。哦，我讲真的，那个一斤800多，来你听我讲者，一盘虾现捞的，你要请要炒还要备虾，啊我因为都没有了，哦、我们把话讲清楚，200块，好像无啊，好，这价格差了蛮多的，我们讲清楚，来虾捞海200块，我你等下用备虾的用钱，一份，啊拢我你啦，拢我你这上大个啦，现在无啊，再见拜拜啊啦，啊明仔三。好帅啦！好啦！我先来问这個，我招一个人去，你等我三十秒好啊！我招，你可要看卖嘞？你若要看，看卖一下就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吼，这买来足贵的啊！等我一下啦，你等我开下，你看下小小的房间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开伊才平准啊。1900，这话1000嘞，这只遐光系拉百五块呢，小姐。2000，真的啊，这
是冷冻的。无够分钱啦，一千。对，他现在等一下要一口气扫掉两箱，就是这样放的。一千，这今天一千哦，这是开玩笑哟。这个一只虾子早上蒸起来，像这个大只的五虾，一条要100多块钱，一只百几块，我给你弄起来，一千五哦。你别来哦，姐，阿莲啊，我来了。那你一杯等千，还有什么？蛋黄姐，蛋黄姐，来都过来。可能是冷冻仓库的，这已经不是冷冻库了，可能冷冻仓库了。这边被霸柜的，这边被霸柜的，这无赚钱。没有。够几千？三分哦。对啊。拢合理啦，还够三四百嘞，不要紧啦，三千够了。青菜啦。好。这地大概有一次啦，我赔钱换蒜泥啦，好不好？你听我讲，我看我清楚，看我讲几年啦。大面啦，大只的。要吃这地叫做大概有一次，你当用汤的，用炒，用烘落去啊。我做了春节俩无啊，这好切到哦，熬熬熬的。这一地像我咧一地拢一斤重，当面吼切出来用汤的，用炒都好吃啦。等一下给你，哎，我是。刘青啊，你来头前，不要紧，你来向前，你看。